能让我妈脸色大变、哑口无言的没几个，除了我以外，你算一个。小丫头挺厉害的。那个，如果有一件事情啊，你发现其实很长时间以来都是你自己误会了，而且很长时间以来这都不是你想象的那样，你会不会难过？你是指那件事儿？你知道了。嗯。原来你都知道了。其实我特别能理解你的心情，因为我刚开始知道的时候，我也很难以接受的。不过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，我们就要尽量的去想解决的办法。解决的办法。我想过了。我们呢，首先要订一个豪华的总统套房，但不能是龙腾啊，他人多嘴杂，影响不好，气氛也特别重要，一定要很浪漫，很温馨。你喜欢就好，我都无所谓的。那就好。对了，你这件事情一定要保密，千万不能告诉别人啊，否则就前功尽弃了。都听你的。那这一次，我们一定要成功。会努力的。